是你亲手点燃的，那就不能叫做火焰。不是你亲手摸过的，那就不能叫做宝石。终于出现了，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。这颗心就稀巴烂，这个世界就整个崩溃。今生今世要死，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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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手里，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，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。不是你亲手点燃的，那就不能叫做火焰。不是你亲手所杀的，活下去就好。